男人女人在生活当中就在这小细节上就开始去了解他的本身的那个为人、嗯、敢爱敢信，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敢分享。那如果说对方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那你如何融入他的生活呢？哎呦，金川主播，感情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看来你得好好的吸收两位老师给你传授的爱情宝典哦。大家好，我是以文，欢迎收看感性男女。